最近老太我们觉得有点冷落他了，总是不开心，还跟我闹情绪了，真是的。你可是主角呀，老跟那些配角争啥呀？这手铐带鼠的策略是越来越不中用了，现在的小耗子们都学聪明了，一旦有老鼠发现猫的位置，基本就很少有来的了，直到最后一秒才解决了第二个解锁，不容易啊。餐厅有老鼠来偷奶酪，带两个花瓶准备去揍他呀。我出去哥哥你干啥呀？我在弱势群体，你瞧那三个小耗子，他们可是皮得很呀。又一花瓶，脑瓜疼呀，这是啥意思呀？还用我带的花瓶砸我？那我能惯着你吗？你别碰我，生气了。口坑下的这么对我，先让我哭一会儿。先吃个蛋糕补补血，等我吃完你们的死期就到了，受死吧！刚是不是就你一直想揍我来着？你不很皮吗？等到太空随便你总皮。小太妃，刚刚是不是还有你来着？参拍伺候，不解气再抽我一拍。跟我走吧。我去，居然没人救这小海盗。哎呀，这可怜的孩子。最后这十几秒，姨太我就在这陪着你吧。呀，狗狗可算是做了件好事啊！你这你就逃不掉了，护花瓶就赏你了。走吧，找小海盗也飞了，这算你跪陪他。又算小太妃，你啥意思呀？漂亮就。为了拿个小短剑给我挠痒痒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你也要挡我哟！趴着，完了一步，太帅偷人，不存在的窝囊，换了火箭直接放飞。小太太戴个头盔就敢追着我打，我看你飘了啊！我技能时间到了吧？看拍伺候，嘿嘿，走吧，带你找凉快地待着。哎呦，狗狗终于良心发现帮我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小家伙，你队友都快飞了，你还在偷奶酪，心可真大。二了，搞定。话说，帮我们玩猫的时候，觉得哪只耗子最讨厌呀？快关上灯，告诉太太。三条娃，你喵！